你答应我的呢? <嘘>你好，给您换这个尺码的，试一下。你也是跟着破坏来的？出去。什么？要看我换衣服啊？ 你也在调查普华，你在怀疑什么？和你没关系。你是不是也在怀疑竞标的票数有问题？但是说不通啊，你不是都投给 AGS 了吗？你干嘛还质疑结果？谁告诉你我投了 AGS？ 啊，你投的 Mist， 为什么？不用跟你解释。哎，不好意思啊，先生，稍等一下，这个……他弄的，找他赔。 这怎么会是我？哎，明明是你刚刚帮，明明是你自己弄的，你自己赔。我没钱。什么？我出门从来不带钱。现在谁还有现金啊？不都手机支付吗？刚回国不太会用。行，就这款衬衫，这个款式，这个码数，每个颜色给我来一件，我要送给这个弟弟。好的，女士。 还有什么需要的吗？姐姐都会送给你的。女士，您稍等一下。稍微快点啊，谢谢啊。嗯，好的。嗨，嗯，你知道我收到谁的邮件了吗？家人医院，他们决定用 Mist 了。你就不能装的惊喜一些吗？确实比我预想的稍微快了一点。真的假的，曹总？ 我以为你说那些话是跟老何赌气呢，没想到真的扭转乾坤了。这个时候何海翔和丁宇峰指不定多郁闷呢，想想我就开心。小佳，干嘛你？在这打游戏？现在午休时间。啊，你还要午休呢？用不用给你捶捶背啊？各位，告诉大家一个好消息，家人医院决定使用我们 Mist。 所以呢，今天晚上我请客。曹总，我想吃贵的。没问题，大家想吃什么呢？随便点哦。曹总万岁！万岁！不是谈成个项目，好像谁没谈成过似的。不是有什么可得意的吗？就是。哎，菜菜，这个研发一部没让我们二部帮忙收拾烂摊子，独立完成的项目是几年前来着？我。 哦，对了，那时候你还没来，看我这记性，那时候，哎呦，听从谦，您能小心一点啊！每次都这样，我这咖啡挺贵的，工作去。 这段时间呢，你辛苦了，咱俩喝一个。嗯，我干了，这就对了。哎，你们愣着干嘛呢？别愣着呀，来来来，大家一起来，一起来。哎，大家吃好喝好，咱们不醉不归啊！好，不醉不归，不醉不归。来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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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来
你们俩都干净，就差你了，咱俩喝一个。哎，我来，走走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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走
我不会领情的。我让你领情了吗？你自己身体什么情况，你自己心里不清楚啊？别人管你酒的时候，你就应该不要逞强啊！我自己的身体我自己清楚，我不需要你替我挡酒。哎，不识好歹的人我真的见多了。 之前还没有人能超过你，替我挡几杯酒，假装关心我的身体。你以为我就能原谅你当年做的事情吗？你烦不烦啊，新奇？你打算这辈子你都活在回忆中吗？对，我就是不打算原谅你。只要我不原谅你，你就没办法原谅你自己。行，我跟你说，你最好一直恨着我。 这样你这辈子都没法忘了。你总说我骗你，是，但我那是在保全你的命啊！你知道有多少次我想告诉你真相吗？我甚至我好几次我已经说了，是你没有听。行，我说什么你都不信。 但是我还是要说，我不欠你的。你知道为什么吗？因为当年你躺在病床上，连医生都不知道你能撑多久的时候，是我，是我一直陪在你身边，我每天跟你讲话，我给你念苏甜的日记，我就是希望你能撑下去。 我知道你有一天醒来之后，你一定还是会恨我。但是我就是没有办法看你。可是我醒来没见到你。但是因为你说的，你说你这辈子你都不要看到我。 没有任何关系，滚！欣姐，我真的挺想问问你的，我对你的感情是真是假？你就真的不知道吗？ 他喝多了，没事吧？赶紧送他回家。好。哎呀，怎么了这是？走，回家。难受。